我没听过这首歌，我也不知道这首歌怎么唱。我没听过，不，你们太快了吧，你们。对我们太快了，一点综艺效果都没有。我们两个女孩吧，西瓜和你吧。对对对，可惜我的国语好像也不是很标准。我们的国语都不太好。 迷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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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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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西明明叫荆棘，但荆棘更不知道怎么比了，所以想说算了。是这个吗？答对啊！哎，他拿对了。What the hell？ 西瓜，你好聪明哦！对，答对了，就是瞎猜的呗。那里只有这个柠檬，对了就对，错了就没办法喽。吃迷你青柠檬，这是鬼话，谁知道啊？什么鬼话？不是，别人都是吃面包、吃烤鸡，我们为什么要吃柠檬啊？我现在好戏上场了 ，Johnny 要来演。我中文很好。摄影机，为农机，农机，摄影，为摄影，为摄影，为摄影，吃，吃，超，超，天，超，超，超黄，超，超，甜，超甜的。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是一个连那个中文都看不懂的人，我怎么会挑选了 Johnny 出来猜呢？一把啊，一把就是很多个一把。你要这样 ，OK， 一把，一把，一把是不是？一把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很甜的，什么一把很甜，超甜，超甜。OK， 一把。是不是要为摄影吃一个东西 ？Yes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香蕉。香蕉，香蕉，香蕉。超甜猴子。超甜香蕉。香蕉，香蕉耶！为摄影吃超甜的香蕉。我应该做一个演员吧，我这个表达还可以，我感觉啊，香蕉就香蕉，还超甜嘞。Oh no！ 一把，不要忘了一把。辛苦你了。还吃完了，吃完了。OK， 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我们的王一博战队将会接受这一轮的惩罚，你们全部要去到冷藏室。小雨吧，真的是冷冻的，要玩这么大吗？
是一个什么冰柜，你知道吗？一人一个冰柜在里面冰一会儿，然后最终看到那个哇，等于一个冰窖嘛，一个冰库。真的吗？在门口都觉得很冷。哇，这个潜粉真的很潜粉，真的蛮冷的。徐兆已经晕过去了。去了，我就在外面，我就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要去，就是我们还是一个队嘛。可以去吗？可以去吗？哈哈，为什么要我进去？哦，来来来，跑步跑步，越跑越冷，我们加油，我们加油，我们。我们有阿迪在，我们不怕冷。一二大地大地阿迪阿迪阿迪。阿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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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Take it away。那边那边那边有吃的，那边有吃的蛋糕，蛋糕不在那边。蛋糕在这边，蛋糕在这边。菠萝菠萝包，菠萝包菠萝包，拿菠萝包吧。榴莲千层蛋糕。哇，卡住了。过去，上去。拿一个这个，烧鸡啊，拿个烧鸡啊。小朋友们一听到可以免费的，就拼命的拿一些烤鸡啊。地瓜就说我想吃这个可以吗？我说可以。我也很喜欢吃这个，我说可以。他说这个是我最喜欢的，我说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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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有趣，而且这些东西又可以拿回去啊，就是就等于说谢谢节目给这些选手慰劳一下。正常的那种超市，它绝对不可能让你在里面滑板的。地板要非常的好，这个地板光光的，很新的，很平的，就感觉是像一个很好的一个滑板场。所有人去超级狂滑板，想都没想过，开心的不得了。我觉得也庆幸有超市这一期，不淘汰我就觉得天下太平。让我们都看到了友善之后别人回馈给你的笑脸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我们更在意的吧。希望陈潇领队下一次的任务可以成功，然后我的任务也完成了，那我们就走了哦。你们会想念我吗？会，我们就一起出去把这些东西都吃完，然后我们再走，好不好？真受不了啊！